个赤木是怎样？我现在发现，怎样？他这都跟着蓝色走，来个00001耶。那在影片开始前呢，还没订阅记得按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才可以知道什么时候我上新片跟什么时候直播。去追他后仰，靠呀！这句话我在昨天在某一场看过哎，哇，某一场看过这种发言呢，就印象都很清楚啊。一个玩赤木刚宪的，虽然不是这个 ID， 但是有印象这种发言呢，结局都很可怕。六点了哦，是怎样？我现在这一台已经变整点暴食是不是？六点就是开台哦。今天怎么人有点少？是都跳了吗？还没跳啦，安娜，要再统计一下没？对不对？哇，今天真的好大一刀哎！好要求哦，脚好吗？脚好吗？然后被抽断脚筋两个都想补里面。完蛋。哇，这么快就到了。这个人好爱顶这种球。嗯，里面的不跳。真的啊，好了。哇靠，少按一颗。还是没进，算了，不顶。偷袭呀！哎呦，金牛！这个人顶的好随便哦。怎么没跳都没跳？
哇，有想法啊。弹，哇靠！这人好像顶头不用脑哎、欸！我操，我他妈搓了半天，他就只要一个 A 键加一个投篮键就搞定了。哎、欸，怎么说？难不成你也能顶啊？咦、欸？哎、欸，不可能吧？冷静，一定是后撤三分球。哎、欸，他居然不投三呢、欸？他干嘛？他搞啥？直接甩！主播真的怪怪的，都没人留言呢、欸。靠腰，该不会这台都跳了吧？爬起来，各位！看到这个吃布是怎样，我现在发现怎样，他这都跟着蓝色走，那个00001耶，看他是怎样，好有意哦。不是吧，不是吧，花之丸第三组 LINE 贴图都已经发售了，你还没购买第一和第二组的贴图吗？如果前两个你不喜欢，那你就别错过这次第三组好用又好看的贴图了哦。想购买或了解的请搜寻 SISMB 或花之丸。